谢谢你，一直保护着我。闹了半天，我不是你的夫人。帮主，你交代的事都已经准备好了。事已至此，只能孤注一掷了。今天，我要宁玉轩的项上人头。 蛟龙帮帮主沈连城，越狱刺杀歌女莲香，试图杀害人证水娘子，今夜又夜闯我县衙，妄图刺杀本官。沈连城，你可承认？你知道我要来，你背后之人费力将你给救出来，自然是有用于你，但刺杀莲香之事败露。 水燕居灭口又失败，你已经没路可以走了。若不想变成弃子，我劝你还是招了吧。宁大人好算计啊！只是算计到了又如何？你把老子逼到今天这个地步，老子就算是死也要跟你拼了。 老子今天敢踏进这个门，就没打算活着出去。拿下！叶云轩不会有危险吧？ 闹了半天，我不是你的夫人，你要快点好起来，不可以吓唬我，真当没用。
夫人，你醒了？哎，好点没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我感觉浑身麻麻的，哪儿都不舒服。哪里麻？手臂，还是后背的伤疼啊？还是后背的伤牵扯到你，牵扯到你哪儿？这儿不太舒服。心脏，你心脏怎么了？心脏疼，是不是那个伤？不是这。你到底有事没事啊？我真是笨，还被你骗。大夫都说了，你休养几日便好，已经没大碍了。所以我要走了。你就这么想走吗？对啊，我现在已经知道自己是谁了，那还不应该回家吗？而且我也不是聂桑宇，不是你夫人。但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聂桑宇啊。